每天就是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比如说开工也好或者休息也好，都会找机会来健身。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健身的方式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正好我们涛也在锻炼啊。好，我还带了一点小道具过来。好，来，对于男生来讲，最通常做的就是俯卧撑。是，对。但是啊、嗯，一般的俯卧撑呢，可能只是这样做而已。但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比较有难度一点的俯卧撑，比如这样。皇家贝斯特羊奶粉，五星营养体系，科学配方，恰如其分，更有 EGF 上皮细胞生长因子，优化抵抗力。皇家贝斯特来自新西兰，天生尊贵，只为优秀。我喜欢水果，我喜欢蛋糕，我喜欢哈法糖水果蛋糕，好彩头水果蛋糕，好水果。